咁你惊唔惊梁振英上台咧？都冇得惊噶啦。其实由头至尾一国两制之下，我哋都知道系面对咁嘅危机。大家知道咧，个蝎子系会咬人嘅。系。咁香港人应唔应该惊咧？香港人咧，纯粹惊系冇用。香港人知道咧，你系要起身维护自己嘅权益。依家始终咧，到今日咧，我相信中国都要面临需要改革、需要改变嘅一个局面。所以惊系冇用嘅，每个人应该系为自己嘅自由同埋权利同埋民主企出嚟奋斗。我哋香港系咁，内地都系咁样，但我哋香港已经相对安全好多，相对需要付出嘅代价会少好多。如果我哋都唔去咁做咧，系对唔住我哋下一代。